司长陈茂波都讲展望今年的经济不乐观，但都不需要太悲观。他说香港政府攞得将攞得千亿赤字是在所难免的，但会管控风险，要市民安心嘛。但是这个他提到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港府现在有8000亿的储备，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呢，可以动用储备。如果真的动用的话呢，其实是经济层面来讲是释放了一个什么的警告和信息。以前不是没有用过储备，在即是艰难时期都是拿来用的，储备都是即是所谓积谷防饥的，好天斩白落雨柴，这个 OK 的。但是问题是他近这几年都用得很快嘛，即是他虚耗得很快。那种虚耗是讲緊即是19年暴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条数跌得很犀利。在疫情之后又跌得很犀利，这些钱不知道使了哪里。即是使了那么多钱，个经济还那么差，收缩得那么劲，即是你令人怀疑究竟这些钱是不是很多即是不清楚地去在大陆那里。这是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你如果讲本来11000亿，咁喳一声变咗8000亿，咁你而家今年又减多1000亿，咁其实就即係你而家都唔係好多千億俾你減嘅啫嘛，咁你睇到嗰個前景就係、是、嗰、那個人口已經係冇增長啦，經濟都係個趨勢上亦都係冇增長，咁你長線嚟講，你點樣有辦法平衡嗰條數嘅，係嘛？即係近年其實嗰、那個數字已經係好多界別啊。即是各界人士都已经是警告緊，或者即是已经是提出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都其实20年前都有讲。即是当时就睇住啲人口增长跌啊老化嗰啲数字去讲。咁而家就近呢几年嗰个人口老化或者个增长跌嗰个速度是快咗。因为政府做埋啲衰嘢撥啲人走。咁经济增长亦都即係跌得快，即係比个趋势比以前係跌得快咗。咁你如果以前嚟讲有人口增长有经济增长都讲緊有个长线隐忧嘅时候，你而家呢方面即係急剧转坏，咁你可以预计个收支係结构性会失衡。即係以前都已经有呢个忧虑，咁而家呢个这个忧虑真的 realize 落地。你一个结构性失衡情况之下，你周期上你可以拗的话，譬如说使大啲冇问题，好像他这样说。但是大家就会问，即是你这样使钱发到好返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平衡到条数。咁同埋即是好唔好得返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好唔好得返呢，即是周期上呢虽然都有成衰，但是而家问题是那个趋势已经跌低了呢。你以前的增长趋势可能有2-3%，而家冇，差唔多零。咁你变咗衰退的日子会多了。即是经济处于收缩的季度会比以前 是多了频密了。咁你收税嗰度你唔系话有啲结构上的改变，你一样系以前嗰个咁嘅税制。是吧，个支出你而家又即係讲緊唔减得几多，好多位都。我就睇佢长线嚟讲係平衡唔到。平衡唔到呢，即係你而家仲有储备你可以持，但问题就係、是、如果你即係每一期拉匀嚟计都係掹车边，甚至係要赤字嘅话呢，你迟早洗晒，跟住要举债度日。举债度日都唔系唔得，但问题是你本身如果有一隻叫做国际嘅货币，好似美金啊、欧元啊，冇问题啊，人哋系咁发债 ，OK 嘅。即系外边啲人揸住佢啲钱，都要揸住佢啲债啊，系咪？你唔发债，边人揸？但系问题，你港纸而家又唔系一隻国际嘅货币，系咪？你发咗边个揸？即系你发咗都系自己揸，咁自己边个买咧？咁其实好大问题呢度啊。咁你话恃住有大陆个问题一样嘅啫嘛。即系你见到佢嗰个经济咁差，其实佢嗰、那个。财政个前景一样系曳嘅，佢人口亦都老化，同香港唔系差好远啊。咁、那个财政平衡一样系有问题，所以其实大陆香港面对紧同一个问题，就系、是、一个人口
增長跌到零，經濟增長跌到零。啊，呢兩個咁嘅趨勢增長跌到零嘅時候，就即係嗰個要平衡嗰個收支就會開始困難。啊，除非你有辦法係即係夾住啲有錢嘅係咁收嘅税，但係我諗喺香港比較困難啲，即係始終你有錢嗰啲都好容易搬走。呢个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想问，先问下博士，其实话香港嘅外汇储备啊，就系、是、都有一啲民间传闻，都可能即系唔知唔储有挤而就去咗大陆嗰度。咁系咪去咗大陆嗰度？系咪呢个只有香港政府知，天知地知，香港政府知，大陆政府知咧？其他人系冇人知。如果其实咧条数唔系话咁黑箱嘅，你都即系蛛丝马迹抄到有啲会睇得到嘅。但系咧，佢近年就引入咗多样嘢，就系话佢使喺国安嗰度咧，佢系唔使报数，唔使话俾你知。咁如果唔使话俾你知嘅时候咧，即系你就要将佢使喺其他嗰啲，同埋即系其他嘅收入同支出减完剩翻嗰啲唔见咗啲，当佢系。即係其實你要咁樣去推測咯，啊，咁你有啲嘢究竟邊啲叫國安啊？嗱，老老實實，譬如話你爆疫情，係咁起嗰啲方艙醫院，瘋狂咁賣嗰啲口罩，賣嗰啲咁嘅疫苗等等，佢啲疫苗又貴過人嘅喎，貴人幾倍喎。即係你咁買法，呢啲係唔係叫做國安數咧？你都可以算係嘅喎，係咪啊？咁你當中究竟有幾多錢係咁樣倒咗落去咧？因為你批大陸一定係俾美金㗎啦，你俾港紙佢都唔要嘅。啊，咁你嗰條數如果係即係嗰個儲備下降嘅話咧，你仲要轉咗美金批佢喎，即係其實喺外匯儲備嗰度可能會見到條數係減少咗咯。雖然理論上外匯儲備係我係托住嗰個聯匯嘅嚇，咁、啊、問題就係、是、你見到即係而家究竟佢條數兩條數係咪互有走賺呢、這個我都唔係太清楚啊。咁同埋就兩邊嘅儲備其實都係跌緊嘅。啊，咁當然啦，你可能話嗰個美金儲備係有個走錢嘅問題啦，咁呢個都係嘅。咁問題係有幾多係走咗，有幾多係俾咗大陸咧？呢個又睇唔到，好多嘢都唔係好清楚。啊，咁所以即係總之知道係條數係咁跌啦。咁但係你俾唔俾佢都好啦，其實條數都本身都係困難，因為你個人口增長一路跌到冇乜增長嘅時候，你就已經知道嗰個要平衡嘅預算係困難嘅啦。咁你香港嚟講咧，好多年前，可能二三十年前已經講緊係討論即係嗰個擴闊嘅税基啦。啊，擴闊税基即係人人都要交税啦，你消費要俾税嗰陣時講個 GST 啦 ，Goods and Services Tax 啊，即係嗰只貨類似消費税咁樣嘅嘢啦。啊，咁但係講咗都係冇做到嘅時候，咁你而家其實就個税基窄一個問題啦，即係好少人交税，因為你。一個住户啦，你譬如打佢三個人，其實可能得一個人翻工嘅，但大多數情況都係啦，一至兩個到啦。咁你變咗七百幾萬人，實際上係二百幾萬人係即係三分一到啦，係出嚟打工嘅啫嘛。啊，其他嗰啲可能係家庭主婦或者細路嚟，啊或者老人家咁喺屋企。啊，咁你如果你得二百幾萬人係即係有機會係墮入税網，但係當中亦都有啲可能係唔使交税噶嘛，譬如佢揾。得唔夠多嘅時候，佢根本都唔到嗰個最低要交税嘅門檻，佢係唔使交嘅。咁實際上交税嘅人係相當少咯。啊，咁你而家嗰個稅率亦都唔係高咯。咁你香港不嬲就係靠即係土地嗰度徵税啊，地產相關嘅税係都幾多啊。咁問題就係而家個市道咁樣咧，你知大陸嗰啲地產都唔掂當。咁佢哋以前好巴閉落嚟搶地啊，而家都冇呢回事啦。咁你政府賣唔到乜地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就係咧嗰條數會突然間係發得好犀利，即係點解要有估錯數咧？嗱，唔係就係佢估錯嘅，之前嗰啲財爺都成日估錯嘅，就係因為嗰、那個政府嚟講個開支咧就相對穩定嘅，即係年年都知㗎啦，咁上下㗎啦。啊，有幾嚿大嘅，譬如話啲福利嘅開支啦，啊，其中一嚿另一嚿就係嗰個俾公務員嘅人工啦、長俸啦嗰堆啦。咁你呢堆數其實係穩定噶嘛，知道噶嘛，啊，即係每年嘅變化唔會太大嘅，啊，咁但係如果你個收入嚟講就好飄忽咯，個收入如果你係仲係依賴地產嘅話就更加飄忽咯。譬如話你之前好多年前引入咗啲勾地嘅措施啦，咁你勾地嘅時候，你嗰個
賣地嗰個主動權係擺咗喺地產商度㗎嘛。咁地產商勾你笪地嘅話，發展商勾你笪地嘅話，咁就有得出嚟拍啦。唔勾嘅話就冇㗎啦嘛。啊，咁就算你而家主動賣地都好啦。咁講緊即係其實你有幾多地賣咧？越賣越少啦。啊，咁同埋即係亦都要睇時機啦。個市唔好嘅話，你唔會賣得靚價啦。咁好多時都聽到話懟出嚟拍，拍完之後賣唔到收翻，咁即係賣唔到即係冇錢收啦。咁你中間呢就賣到賣唔到咧，其實條數爭好遠嘅。你一笪地你知道嗰好多個億咁計噶嘛。啊，咁你講緊你政府嗰啲收支其實都係以億為單位嘅啫。咁如果你陣間多一兩幅啊，少一兩幅，其實嗰條數都可以有分別咯。啊，咁仲有好多就係間接同地產相關，亦都好睇市道啦。你咁樣加息法咧，個地產唔掂，地產唔掂咧，其實嗰個政府嘅收益一樣係唔掂。所以其實佢嗰條數咧就幾經濟周期主導嘅。如果經濟好嘅時候咧，佢就會相對好啲。啊，但相對好啲嗰陣時，佢以為自己好掂，係咁亂使一通係嘛？派消費券係又派唔係又派，派得好過癮。即係到你而家你經濟開始衰退啦，嗱你聽到佢咧都冇乜聲氣再點樣大派啦。啊，如果你真係有錢嘅話，你學澳門咁啊，係咁派啊，即係佢做唔出呢樣嘢啦嘛開始。啊，咁你睇到就係佢已經開始。之前衰咯，使大咗咯，好景嗰陣時係咁馴啦。咁而家譬如你真係到嗰個逆境嚟到嘅時候，你真係話想開大水口啊，佢阿爺都唔俾佢啦。即係到時可能會面對一個即係困局咯。你真係衰起上嚟都冇乜嘢救濟可以增加到咯。嗯，陳茂波都希望啲市民留港消費啊。保基層就業，其實有一個數字嘅報時，即係連加三之後咧，十月份啦，喺機場嗰邊嗰、那個機場人數咧，出嚟見咧，去咗七十幾萬咁高啦。啊，雖然呢個數字係疫情之前嘅十分一到啦，但係呢入邊咧有一個數字就顯示咗出去出邊嘅人咧，就係九成幾入即係入香港人咧都唔夠一成喎。咁呢個而家你要見到陳茂波講，即係希望啲香港人留港消費啦。雖然外遊心情好好嘅，但回港消費都要付出啲啦。咁即係而家係咪香港嘅經濟動力又喺邊咧？就又呼籲啲香港人留港消費，冇其他嗰啲經濟發展動力可以令到香港經濟反彈未？我有咁睇嘅，消費呢樣嘢其實就好。一般嚟讲好稳定嘅，所以好稳定就系、是，譬如话你喺度住咁多日，咁咪使咁多钱咯。咁当然你飞出去系会少一条数，但系讲真的，你疫情疯狂咁样 lock down 系嘛，截晒啲旅游飞机系咪冇得坐？其实你呢两年都变相逼住你留港消费啦。咁你有冇见到消费条数好咗咧？其实都唔系好关事咯。啊！即係過去兩年，其實你俾你困住，俾你禁固咗香港，咁係咪禁固咗喺度就個個都係咁使都唔係啊？唔見得係咁樣咯。啊！咁你譬如話，而家打開個門口啦，人哋可以去旅行，去第度使，因為去旅行去第度使嘅，未必同喺香港使嘅同一樣嘢。即係你去到出邊買嘅嘢，同你香港買嘅嘢，好明顯就唔同啦。你香港買嗰啲可能日用品，你出去出邊未必買嗰啲嘢噶嘛。啊，可能買啲有紀念價值啊，等等其他嘢咁樣，所以其實嗰個消費嘅種類唔同咯。你留唔留港，譬如話，出咗去 N 日旅行，咁當然會喺香港少 N 日。咁問題就係、是，以前都有呢個現象噶嘛。啊，咁第一即係、就是、你唔係比以前特別話犀利，咁你當然啦，你而家你堆積埋咁耐，禁固咗咁耐。咁你好多人呢兩年三年都係冇乜點放過假，儲埋上年啲假帶埋今年用，咁你而家又挨近年尾，咁你咁啱年尾打開個門口，年尾都係清假㗎嘛，個個一齊放假，咦呵走曬出去，咁係會發生一啲即係堆埋一堆，咁突然間可能第四季有好多人或者有好多人唔見咗人，咁唔出奇嘅。咁但係呢個係一時間嘅現象咯，唔應該係長久現象啦。即係你一個打工嘅一年有幾多日假啫？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係咪？正常嗰啲可能幾日到可能十零廿日已經差唔多啦，係嘛？你去咗二三日嗰啲已經好高層噶啦。咁你即係有你有咁樣嘅假期，其實你就已經框住咗你個去旅行嘅時間，唔喺香港嘅時間已經係有個限制喺度噶啦嘛。啊，咁呢個就我睇唔係構成一個好大問題咯。啊，呢度可唔可以諗一諗嗰個香港嘅股市咧？股市而家升到18,000點，即係而家見到美聯儲。
嗰個加息嘅信息啦。佢話都會加嘅，但會都會放緩嗰個步伐啦。可能以前加75个点子啦，而家加50个点子啦。同埋其他你話大陸嗰、那個點啊，疫情個管控措施可能都放鬆咗啲啲，咁呢啲因素可能係影響呢個股市上升嘅因素。其實博士你點樣睇咧？嗰、那個後續會係點？就是一个借口去夹上去，因为你正话讲嗰啲嘢咧就唔系新闻嚟嘅，啲冚板旧闻嚟嘅。譬如话通胀会减慢呢、這个知噶啦，我自己都写咗几个月啦，话个通胀大概10月11月都见顶，跟住就会跌噶。咁你其实即系一早已经分析界啊，或者出边市场已经有晒充分嘅预期咧，照计个股价就应该反映咗嘅。即係呢啲唔係新聞嚟嘅，另一個你另一個講嘅就係話大陸開關，咁亦都講咗好耐嘅啦，係咪？你真係無止境咁樣封園咩？即係始終有一日佢都會打開門口嘅，啊，開啲啦，開唔曬。咁你有即係呢啲唔係新聞嘅舊聞攞出嚟咧，你對個市嚟講就係一個借口咯。咁即係市本身已經跌咗咁長時間係嘛，三季都有啦，一口氣唔對咗落去。咁你對咗三季，其實即係。技術上已經有啲可能即係超賣啦，咁有啲反彈啦，咁你純粹話將圖表咁睇，已經可以睇到佢有呢、這個一個反彈結論，即係譬如話港股咁啊，早排起我唔懟懟咗6000点咁，唔知做乜咁懟落去，咁其實有個似樣嘅反彈係預咗嘅，但係問題佢反彈彈得嚟，佢彈唔翻之前嗰啲位啊，即係你可能彈翻一半。60%咁可能系咁就收檔啦，啊咁即系亦都之後就算你話唔一定再破底啊，市就好低都好啦，咁你一路喺個低位嗰度牛，咁呢個機會都係大嘅，啊咁即係你呢個反彈亦都唔係限於港股嘅，外圍都見到，所以呢個我諗係借呢件事走去抽翻上去，但係咧你真係。主宰住個市個中期嘅走勢咧，就唔係咩開唔開關啊，或者嗰個通脹跌咗少少啊，多過預期啊咁樣，即係跌幅大過預期，唔係講緊呢啲嘢，而係講緊話，譬如話出年嗰個經濟好唔好啊？始終你股市最終就係睇翻企業盈利、上市嗰啲公司嘅盈利，上市嘅公司嘅盈利其實就直接同經濟掛鈎嘅，經濟增長係幾多或者收縮幾多，其實。企業的盈利的增長收縮差不多對應，即係一間兩間不是，但是你整個市場的企業，即係平均嚟或者加總出嚟嗰、那個大數嚟講咧，就同個經濟增長係對應。咁事實上，你經濟增長就咁計出嚟啫嘛。成個經濟體究竟咁多企業佢一起賺咗幾多錢啊？那個收入係如何啊？咁係咁樣加出嚟嘅。咁所以如果出年嘅經濟，都唔使預過啦，因為而家嗰個知識曲線都預測緊出年係一個幾肯定嘅衰退。咁有個衰退在前嘅時候咧，嗰、那個市其實就而家反彈咧，好多時都好急嘅。即係我諗好多年以嚟，好多專家都講過，其實熊市嘅反彈咧係即係好多時係好急促。你如果捕捉到嘅話，可以即係都幾和味，但係亦都好多人捕捉唔到或者捉錯位咧，就即係結果都係賴嘢。咁所以其實係彈得快，但係個時間唔會好長。即係我睇，譬如話而家同你錄咁啊，11月中有個嗰個反彈，應該就比預期係行得快咗。我初初估佢應該行到12月到。12月头都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咁快夹晒上去个裂口补晒嘅话咧，咁你跟住来虽然呢几个礼拜可能未必会话急跌怼翻落去，但系你会见到一啲好即系所谓反反复复得嚟，可能都系原地踏步嘅状态咯。即系有时你可能见到日升日跌咁样，一喐啊几百上，跟住又几百落，咁成日都发生啲情况。咁而家我估。最少兩三星期，去到12月，甚至去到年尾咧，其實都會有類似嘅格局，就係、是、個市係咁挫，但係未必行得好多。方向上，你可能年尾買單同而家計都唔會爭。你睇啲數字咪睇到咯。如果有投資，邊係咁樣嘅啫？你有投資個 GDP 點會縮4点几啫？你有投資佢個恆指點會跌穿萬五啫？即係你有投資唔係咁樣噶嘛？你睇數字就好實際嘅呢、這個，唔使問業界，問就多餘啦。你去得去。
去德國峰會嗰啲冚唪唥擦鞋擦到盡嘅，嗰啲咁嘅鬼佬都喺度舐鞋底嘅啦。咁你問嗰啲冇用嘅，嗰啲冇意思嘅，嗰啲為咗打入大陸市場啊，黑埋眼咩嘢都講得出嘅啦。問嗰啲人多為啊，嗰、那個咁嘅死人出安心出行，即係仲要監你用嘅呢下嘢，而家要整埋啲網紅黃綠燈咧，呢啲其實都唔係一啲正常現象。一日有呢啲嘢，一日仲係幾多客人限聚啊？或而家幾多人限聚啊？四個八個我都唔知道。即係你一路咁樣攣住呢啲嘢，你俾人哋嘅印象就仲係鉛制人身自由，一路係鉛制各樣嘅自由。呢、這個唔講得正常，正咩常？一啲都唔正常啊！即係我哋理解係正常，你走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啊，即係走出大陸任何個框以外嗰啲就正常。啊！喺佢掌控之下嘅，一啲都唔正常。咁所以你而家遠遠未去到正常嗰個地步啊！咁就算你真係正常化都好，冇人信你啊！你隨時又可以發神經，又有 lock down 過，隨時又可以鉛制自由。即係呢啲病毒嘅嘢任你講嘅啫嘛，陣間唔係呢只毒係第二隻毒係嘛？你扯條筋上嚟，乜嘢都做得出啊！嗰啲咁嘅免針紙，即係嗰啲醫生係可能出蠱惑，但係。你嗰個行政個程序一樣係唔見得光嘅，即係都係好肉酸。咁你譬如做埋呢啲咁嘅嘢咧，你冇辦法說服人哋，你係一個以前嘅香港，唔係一個以前嘅香港咧。以前喺度嘅錢，以前喺度嘅人係唔會翻嚟客嘅，一路喺度趕客咁樣啊，敵視外國，敵視人哋，咁你點樣叫人哋嚟投資啫？係咪？无论你行为上、心态上，各样都系，可能而家整烂晒所有嘢，整我局啊，跟住投资啊，开会啊，即系冇位啦，系嘛？做咩啫？你都反晒面，人哋对呢度失去兴趣，对成个 China 失去兴趣，你而家叫人哋嚟投资香港，投资咩啫？升个性质系反弹定系叫做真系升市咧？而家好明显就唔系一个升市啊，而家只系一个反弹啫。你由30,000+掟落嚟。掟咗20,000+，你先升翻2,000+，其實呢個點樣尺碼講都唔係一個即係可以確認嘅升市啊！即係牛熊咧，我哋通常有啲準則去分嘅。第一個準則咧就係、是、個經濟好唔好，有冇衰退？你而家嗰個經濟已經喺衰退當中，同埋外圍係準備進入衰退，即係外圍準備進入衰退。到進入衰退嘅過程裏面，香港唔見得會可以話率先跳出嚟啦。我哋不嬲以前個上落個周期，其實都相當跟外圍啊。即係我哋最多就衰先，咁衰先之後，如果外圍係進入一個比較長嘅可能或者惡搞嘅艱難期咧，咁香港都跟住會即係持續有一個衰退喺度嘅。咁你当即係个衰退仲会持续一段时间啦，即係外围又未进入到进入嘅时候呢，你嗰个股市应该都仲係向下，直至个衰退係比较即係出啦，所以比较出就係、是、你见到好多方面都转坏，譬如话楼价跌咗好多，失业率升咗好多，跟住满街怨气，跟住有好多啲甚至自殺嘅個案，即係你見到呢啲情況，其實即係嗰個市先至叫差唔多咯。而家其實你睇下啲失業率仲係低，係嘛？都未開始升，個樓價啱啱開始落咗少少，其實就咩尺碼講，而家個經濟周期，如果話向下講就唔係一個去到尾嗰陣嘅，應該都係上半場或者開咗冇耐嘅。咁所以一個衰退，如果你即係我哋香港過去幾次都係一喐到四季六季咁講咧，即係股市都係行先經濟一兩季嘅啫。咁你起碼衰退衰咗大半年至一年，你先至好夠膽去問嗰個市係咪見底，跟住轉升啦。而家外圍未衰退，即係外圍個周期好重要咯。啊，你自己譬如話頭三季人。你自己衰咗咩你嘅事咧？人哋未進入呢個衰退周期啊嘛，所以唔計數。咁如果個市其實未反映衰退咧，你而家就算有嘅都係反彈啦。咁當然嗰個所謂浪低一浪嗰個格局咧，對去到某啲位都會有啲叫做變化。嗰、那個變化可能係即係之前嗰個跌浪，跟住轉咗一個上落嘅格局。咁維持一段上落嘅格局一段日子。
到經濟再可能真係比較差出面嘅時候，咁啊再進一步反映喺個市度，即係你見到呢件事係一陣陣咁反映啦，一陣咁反映落去就個市就落樓梯咁落一級啦，咁落一級就會上落一段時間，跟住再落一級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典型嘅熊市格局，都係浪低一浪，即、就、係、是、一浪低個浪，咁啊一個頂低個頂，一個底低個底啊。咁而家嗰個底係咪？即系仲会穿咧，都唔够胆讲噶咯，实实。咁但系即系虽然而家落到去一啲譬如市盈率相对低嘅水平，咁你可以赌嘅再怼都唔怼好多。但系再怼唔怼好多咧，呢、這个就系由一个高位嘅角度讲啊。譬如三万几嘅角度讲，咁你都跌到万四五啦，系嘛？跌多两三千或者三四千、四五千，其实都唔系咩啦，系嘛？即系相对于已经跌咗两万点嚟计。咁但係如果你呢個位譬如話入咗市貪平啊，諗住趁早啊搶閘買貨，咁你講緊萬四五或者俾你彈咗上嚟先買，可能萬六七先買，咁你再堆返落去堆幾千呢，你就好肉赤㗎，因為嗰度個幅度就唔細嘅。你試下即係如果你三萬幾買落啊，你而家跌多四千點你唔係好覺，三萬幾買落跌咗三千點就跌咗一成啫。啊！如果你講緊萬六七，你買落，如果嗰度跌你三四千嘅話，嗰度跌四分一嘅，即係嗰度唔係少嘢。咁所以你自己要計數咧，就係睇下你邊個位係咪啱進入。即係其實而家個期都仲係一個淡嘅期嘅，即係紅氣滿天咧。咁你呢啲時間其實就見到反彈，唔好覺得好奇怪，因為你懟落去嗰陣時候，其實講真的都唔係好多基本因素嘅啫，即係借住一啲消息啊，或者係圖表即係破咗位咁樣懟落去，咁當然彈翻上嚟都可以好技術性、好消息性咁樣抽上嚟啊，落去幾急彈翻嚟上嚟都可以幾急，但係即係如果你彈翻上嚟嗰個裂口補唔曬，譬如話你個裂口講緊係兩萬松啲嗰度破落嚟，咁你其實翻唔到去嗰啲位咧，其實都仲係落低一浪㗎。浪低一浪嘅格局，佢话俾你知，其实个熊市应该系未结束住。咁我先啱啱讲话借啲消息去反弹啦。其实你觉得呢一排嘅反弹系借啲咩消息令到呢个市去弹一弹咧，反弹一下咧？其实就冇咩好 local 嘅消息嘅，都系外围嘅啫。因为你见到外围，譬如话道指啊嗰啲咁咧，都系弹紧。似乎外围咧，即系喺。對咗三季之後咧，其實第四季就即係大家都叫收水，即係做淡或者沽空落嚟嗰啲都已經食夠啦。咁你三季即係連隊三季，其實都唔係少嘢啦。咁你如果係睇啱邊都叫做賺到錢，咁通常就年尾又好少話由即係講真的，你呢次跌市年頭開始跌，又好少由頭隊到尾嘅。啊！年尾企翻穩啲，有三兩個月呢個唔出奇。咁氣氛上咧，亦都有啲其他嘢支持一下，譬如話講緊個通脹，你美國咁講啦，係有回落跡象啦。咁聯儲嗰個息口前景似乎亦都係開始即係有話減慢嘅跡象啦嚇。咁你十一月嗰次之後，應該十二月就。可能會半厘啦，咁雖然而家市場睇都係一本半嘅啫，咁樣你起碼即係有咁嘅憧憬之下咧，你見到啲息咧就回咗。咁過一段時間咧，啲息上咧落夾上去咧就即係不利嘅股市啊，利淡㗎啦。咁你而家啲息到頭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多少利好嘅。咁咧其一，其二咧就嗰個美金咧，你見到喺歐洲啊、英國啊嗰啲咁樣咧。個通脹都幾高之下啦，即係講緊整體通脹雙位數啦，啊咁啊核心通脹都拍住美國，甚至準備過頭，咁啊變咗歐英嗰個息口咧，那個追加上嚟嗰個勢頭咧，其實就都幾強勁啊。咁如果你歐英係要追加息嘅話咧，變咗就相對嚟講美國嗰個息差咧就可能冇乜優勢啦，因為之前預聯儲局加息，而家嚟到期貨講睇五厘樓上啦，最終。咁啲歐洲嗰啲講緊都係睇冇兩三厘啫喎，係咪，即係英國都睇四厘幾啫喎。咁但係其實論通脹歐英嗰個壓力係高好多，咁你變咗真係
最終要加出嚟嗰個幅度咧，可能歐英嗰啲會大好多，但係美國咧就可能即係之前反映咗好多啦，甚至有少少反映咗 over 咗啦。咁你翻轉頭嘅時候，咪相對嚟講個美金係有息差嘅，相對嘅劣勢咯個前景。咁所以個美匯指數你見到咧，就由115嗰啲高位係回翻啲。咁美金肯回咧，咁啊唔係急跌啦，但係都係叫回啦。咁嘅時候咧，嗰個市咧就企翻穩啲啊。咁所以而家個市普遍睇法就反彈，但係又唔係一個好好大幅嘅，或者睇咗好好嘅升勢。咁同埋咧就通常彈嘅頭嗰初見一底咧，就喺個底度做底啦，做幾日啦，做飽之後咧，咁跟住就會有一陣咧，或者兩陣咧係急抽得好急嘅啊。咁可能連續三四五六七棍咁樣係抽上嚟，好大支陽燭咁樣。咁但係個裂口補到咁上下，譬如嚟到呢位咧，其實再上咧相對嚟講就慢啲嘅。同埋會挫啲嘅，咁所以個市咧，即係你之前見到話彈得好過癮，但係其實就慢慢落嚟咧，會比較反覆啲，會難玩啲咯，隨時亦都可能挫翻落去啊。咁唔係話年底即係通常唔會跌就日日都可以睇好，唔係咁講嘅。譬如而家講緊十一月中去到可能年尾咧，即係我估仲有兩三四個禮拜都係做翻好少少，咁但係譬如話挨近十二月中下旬咧，其實有可能淡翻啲都唔定。咁你真係話即係再反應衰退再懟落去咧，就可能過年之後啊，即係一開年咧資金嘅新部署，到時有可能有新方向出嚟。咁但係暫時而家到年尾應該個方向就唔會太明確。換言之就係話，即係你而家譬如話博反彈上一上都好啦，咁你可能年尾又回翻啲。咁年尾同而家比，可能大致上都打個和，唔一定有一個好好嘅，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樣。博士，即係而家香港嘅金融科技周個會又結束咗，七人欖球賽嗰個亦都結束咗啦。其實香港嘅官員就一致唱好香港嘅經濟啦，又話香港重翻國際嘅舞台。咁香港係咪翻咗嚟咧，博士？咁另外亦都見到而家都有啲香港嘅媒體就報道，其實香港嘅樓市咧又響起一個警號啊！甚至乎咧，已經同佢哋嘅報逐樣講，逐樣講，冇問一問問二三條。即係你第一樣又講緊香港係咪翻嚟啦？香港係咪翻嚟咧？你要睇即係翻咩個翻嚟咯？你如果講話疫情 lock down 啦，咁佢而家都冇，佢都唔係話 lock down 喎。即係你見到有好多嘢都做諸多限制嘅喎。啊！嗰、那個咁嘅死人出安心出行，即係仲要監你用嘅呢下嘢，要整埋啲紅綠燈咧。呢啲其實都唔係一啲正常現象。你一日有呢啲嘢，一日仲係幾多客人限聚啊？或而家幾多人限聚啊？四個八個我都唔知道。即係你一路咁樣攣住呢啲嘢，你俾人哋嘅印象就仲係鉛制人身自由，一路係鉛制各樣嘅自由。呢、這個唔講得正常，正咩常？一啲都唔正常。啊！即係我哋理解係正常，你走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啊，即係走出大陸任何個框以外嗰啲就正常。啊！喺佢掌控之下嘅一啲都唔正常。咁所以你而家遠遠未去到正常嗰個地步啊！咁就算你真係正常化都好，冇人信你啊！你隨時又可以發神經，又有 lock down 過，隨時又可以鉛制自由。即係呢啲病毒嘅嘢任你講嘅啫嘛，陣間唔係呢隻毒係第二隻毒係嘛？你扯條筋上嚟，乜嘢都做得出啊！嗰啲咁嘅免針紙，即係嗰啲醫生係可能出蠱惑，但係你嗰個行政個程序一樣係唔見得光嘅，即係都係好肉酸。咁你譬如做埋呢啲咁嘅嘢咧，你冇辦法說服人哋，你係一個以前嘅香港，唔係一個以前嘅香港嘅，以前喺度嘅錢，以前喺度嘅人係唔會翻嚟。講翻唔係以前嘅香港啦，咁而家講翻呢個香港嘅，我啱啱講嘅香港嘅次案危機、金融海嘯呢啲字眼，有啲媒體又喺度報導，主要就係講樓市啦。話而家樓市個銀主盤咧，就業界嘅信心咧就升咗好多，似乎差唔多同2008年個金融海嘯嗰個浪潮相比咧，就爭翻三成咁滯。又話如果下年咧，嗰個銀主盤咧會更加多，同仲咪又仲有一啲就話個信息就顯示啦，如果財務公司即係按揭去財務公司買樓嘅咧，就有2000多宗啊，真係個涉及到二百幾億啦。其實呢啲加隨住呢個外匯因素嘅影響咧，呢啲會唔會都係
会导致香港进入一个金融海啸的一个迹象咧，可以咁讲。咁我又唔会随便用海啸嚟形容嘅。如果你讲得海啸，啲百年一遇，系嘛？零八年都遇过啦，会咁快又嚟一次啫？而家佢嚟零八都系好短时间啫，十几年啫。即系我谂，呢次嘅危机咧，同之前都分别唔大嘅，都系即系之前谷得尽啦，系嘛？即系冇人相信个楼价会跌啦，吓、啊，即系泡沫到一个好离谱嘅程度，贵到好多人都买唔起啦，系嘛？好多专业人士都买唔起嘅时候，咁都仲话啊，都系仲系抵买嘅，啊，即系仲系个楼价永远都系唔会跌嘅，加息都冇影响嘅。你听嗰啲咪地产佬讲，即系个股仔次次都系咁讲，咁去到一啲唔理智嘅状态，譬如话你见到过咗几年，根本都贵到黐晒线嘅，即系你睇基本因素系冇嘢好噶啦，系嘛？又暴动，跟住又呢样嗰样啊，我政权又乱咁嚟。啊！咩都做得出啦，咁啲人就鸡飞狗走啊，钱而家系鸡飞狗走，咁你即系咁样个基本因素已经唔喺度啦，系嘛？仲有咩睇好啫？咁你未跌落嚟，呢个系时间问题啫。咁你好啦，而家有衰退，有外围个因素触发佢，咁佢咪落咯，系嘛？咁你而家落咗一成都系初阶啫，系嘛？咁成件事你睇到就系、是、即系之前系有一啲摸得比較盡嘅，即係可能喺個高位度，仲話會用家主導啊，係嘛？即係趕住結婚啊，驚死要瞓街啊，咁即係嗰類啦。咁佢哋可能真係啊，即係冇聽到啲假新聞啦、啊、嚇，樣樣都話好正啊，前景一片美好啊，係嘛？啲嘢唔會跌嘅，咁咪做到盡咁去買啦。咁你嚇、啊、你知道有啲呼吸 plan 嗰啲咁嘢啦，咁變咗即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先都唔使。咁啊入咗市啦啊，或者攞好少嘅本錢入，咁你即係個杠杆做到好盡啦。咁個杠杆做到好盡，咁個樓價一喐，咁已經係開始輸。咁你譬如而家跌咗10% 到啊，咁你喺過去嗰10% 嘅樓價高位買入嗰啲，其實而家冚唪理論上都係負資產嚟㗎啦。啊，咁負資產就隨住你個樓價再跌嘅話，就會越嚟越多啦嚇。咁、啊、會唔會有啲斷供咧？一定會嘅，即係你有啲可能。即係你如果你得嘅，使乜做十成按揭啫？如果唔使乜做呼吸 plan 啫，係嘛？如果你做得嗰啲，就一定係嗰個財政可能好問啦，好掹掹緊啦，係嘛？你見到嗰啲咁啊，地產佬將啲房越劏越細，係嘛？即係明明係劏房，當豪宅賣，咁你夾 硬上咗，而家嘅結果嗰個逆轉嚟得快啦。當初都冇人相信啲息口會咁升啊，係嘛？即係我就好早講咗話，呢次加息會好快、好驚人。即係嗰陣時都得我或者少數人喺度講緊。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就口四分三咁加上去，即係好快脆啲息口已經加咗四五厘。咁呢個亦都係幾十年就未見過啦。咁如果你係同97比咧，即係97年嗰陣時本身個息口水平係高嘅，即係講緊當其時都已經5-7厘嗰只㗎啦。咁你加過幾次息啦？97年嗰陣時，咁但係都唔係加咗好多啫。我記憶中就加咗1-2厘度啫，係嘛？咁但係你而家你唔係啊嘛。雖然你個息口水平去唔翻97啫，但係你由零加起，突然間加得咁快，咁變咗嗰個帶嚟嗰個震盪會好大咧。因為你大家當初買樓計數嗰陣時用零息計噶嘛，咁突然間你發現而家啲息口都唔係零啦，你自己走去做定期，你都發現周街都做到4-5厘定期啦，而家咁你即係話銀行嘅資金成本本身已經講緊4-5厘，咁你銀行唔使做唔使食咩？咁佢將食埋你嘅話，老實講，你個 P/E 你再冧多2-3厘，你一計就知道其實條數唔簡單啦，係嘛？咁我講緊唔係話純粹息口嘅影響唔簡單，而係呢個息口去得快嘅時候咧，真係有啲人就頂唔順。咁你頂唔順嗰啲要拆啦，或者喺股市嗰度輸死咗，跟住要套現啦。咁你有好多呢啲咁嘅各種各樣原因啦，或者有啲移民急住賣咧。咁你變咗要急掟嗰層樓出嚟，你而家咁樣個市急掟出嚟係冇人接噶嘛，係嘛？你變咗要 mark 低好多先至可以掟咗出嚟，所以閒閒地你見到啲樓價 mark 就講緊減幾廿萬，減一球啊，減兩球，睇你層樓幾貴啦。咁呢個都會見得到。咁講緊嗰一兩成樓價就係咁樣劈出嚟嘅，啊，即係呢件事係意料之中嘅，只不過太耐冇發生過，啲人唔相信會發生咁解啫。咁你而家你真係發生咗嘅時候，亦都講真亦都冇咩可以做。如果你本身已經係踩咗入個局裏面，
咁即係息口係會去到某個位會停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個息口講緊加到出年可能第一二季啊，即係仲有可能呢幾兩厘去，咁先停得到。咁你一路 keep 住嗰個息口喺一啲水一啲似樣嘅水平，講緊四五六厘嗰啲，我唔知幾多啦嚇。即係而家講緊四就實見㗎啦，五都有機會啦。咁你可能四厘幾五厘幾嗰啲水平維持一啲日子一啲時間嘅時候咧，其實越嚟越多嘅嘢會浮出嚟，因為息口會產生嗰個負面影響咧，唔係即刻嘅。你講緊今年三月先開始加息咧，啊，如果香港嚟講仲遲咗先開始咧，你通常息口由唔喐到喐咧，喐咗上去咧，要隔四至六季先至對嗰個實體經濟有影響。如果你對資產價影響咧，都有啲滯後嘅，冇滯後咁多。啊，所以其實即係嗰個影響，其實講緊應該係出年初先至比較明顯咁樣見到浮出嚟，而你出年較後期就連經濟都傷埋，即係會入埋肉。咁你而家你純粹話息口影響個價格就已經都見得到喎。如果你息口影響咗個經濟，譬如話令到失業上升啊，令到即係啲企業係倒閉啊，即係嗰扎問題浮現，而嗰扎問題浮現最出嚟，再反過嚟影響個經濟，然後再拖翻個樓價落去，咁嗰個 spiral 啊，我哋講嗰個螺旋形成咗咧，其實係咪即係97至03咯，一樣嘅啫，冇分別嘅，或者同歷次即係你唔講香港，講美國啦，06到09嗰次嗰個樓價下跌係一樣嘅，所以。件事咧係而家你睇得到係跟住會咁樣發生啊！咁而家你見到嗰啲咁嘅所謂拖欠啊，或者嗰啲斷供啊，嗰啲叫銀主啊，其實係初開始上升嘅啫，其實就未到嗰個高峰嘅。通常拖欠係滯後嘅，即係你初供得起，你梗係供噶啦，係嘛？即係梗係走投無路先至話哦唔供啦，首先係拖啦，跟住最尾又唔供啦。跟住先破產啦，即係呢啲數字一定係最尾先出現嘅，喺個經濟周期去到尾啊，甚至成個衰退過曬，然後先至係最高峰嘅。咁你而家見到上升咧，就應該係初期嘅啫，只不過係個息口佢升得太快，加得太急，咁就俾你早啲見到咯。如果你以前嗰個加息速度啦，譬如話講緊上一次美國個樓價冧之前咧，間唔時半加息嘅，其實佢都加得好有秩序啦，係嘛？每次開會加四分，你加十次。咁你如果以嗰啲咁嘅加息步伐咧，就通常嗰個影響係比較慢咁出嚟嘅。咁但係你而家今次好冇秩序咁加，咁啊，明明明白白咁加上去，咁嗰個影響就比較快少少出嚟咯。係啦，如果係香港，你啱啱話唔會爆發金融海嘯啦，唔會咁快啦，而家係又冇跡象啦，咁係咪可能派個電心丸俾大家？幾年我諗嗱，你海嘯咧，即係一啲好深嘅收縮，維持好耐啦，或者個連鎖效應好大啦。咁你香港講真都衰咗一大輪嘅幾 round 噶啦。咁你2019衰咗六季，咁啱啱又衰咗三季。咁其實你本身個經濟已經好死好謝噶啦，即係有好多嘢已經叫做其實有嘅投資都冇咗，或者根本已經有嘅生意都唔。多做得到出嚟，咁你再受衝擊或者再跌咧，咁你其實啲友可能都係眼光光咁睇住啲嘢跌嘅啫。即係因為你本身你有多嘅投機或者投資，你先至會拆嗰個泡沫、拆倉、拆出嚟。咁你而家其實已經即係件事唔係第一 round 啦嘛，已經幾 round。你譬如講翻日本咁樣，你第一 round 喺90年爆破，梗係驚啦，係嘛？啲嘢掟得好犀利。咁但係你掟下唔係喎，去到95啊、2000啊、05啊，咁你嗰啲已經連續三四五次收縮，咁你連續三四五次收縮嘅時候，已經即係貼曬地㗎啦嘛，即係變咗麻木咗咯，係嘛？你等於凍咧，初30度跌到10度，咁你又好凍，10度跌到-10度、-30度、-50度，你開始都硬曬啲嘢都冇反應，咁其實個情況有少少。即系而家见到香港第三季嗰个 GDP 都拆，继续拆出4.5%。而家新公布嘅数字财赤都去到2360亿啊！呢个数字我应该冇记错。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噶啦，死局嚟噶啦，即系外围未攋嘢呢度都已经咁样样，咁你有乜办法啫？系嘛？即系呢啲即系自己攞嚟噶咯，啊，成个政府一手造成噶啦。如果唔係之前做咁多衰嘢，點會搞成而家咁樣？即係呢啲你唔好賴香港人啦，冇香港人同意話要咁樣 lockdown 啊，喺春天放暑假啊，做埋啲忙居嘢。
啊，你事後睇翻係好昂居嘅，當時即係見到幾廿單疫情啊，一百單啊，三位數啊，四位數啊，發神經咁黐咗線咁樣。咁你而家你日日都好多啦，咁又點啫？係咪翻翻嗰陣時咁樣？係嘛？你咪都係嗰啲病毒，都係嗰類嘢，中咗又唔使死。咁其實即係有好多好失理智、好發神經嘅嘢做咗出嚟。咁你做咗出嚟，唔係即刻見到效果咯。啊，當期嗰兩季就好似冇乜嘢。咁你而家即係。但等你，比如話四月、五月嗰陣時候，話一唔使禁固啲人喺屋企嘅話，個個雞飛狗走，走天涯海角，錢又好，人又好，個個都唔走，係嘛？咁你走曬嘅時候，當然企業又執笠啊，投資又少啊，咁啊咁啱外圍都衰啦，出口都少埋，咁你樣樣衰，凡凡衰嘅時候，你咪點啊？而家冇嘢可以做啊！咁而家香港政府話十一月份又推出個團入團出個黃碼。对香港经济有冇影响啊？我鬼鱼啦！你而家边个有兴趣去啫？即系咁进进出出，而家去你又做咩啫？一定要去你嗰度嘅咩？系咪啊？你又金执啊？即系你唔系啊嘛？你咁样又黄马又红马咁样，分钟走唔甩，俾人禁锢人哋，即系睇篮球赛，俾人搵嗰个非洲佬，俾人啊七日搵咗五日，咁你即系呢啲嘢，你根本扬咗出去国际，冇人会再嚟啦，系嘛？讲翻啲花絮啦，我哋唔讲其他话题啦。你见唔见到香港政府嘅一众高官除低个口罩入去个榄球赛个球场？呢啲咪叫做子女州官放火，佢自己就点都得咯，系咪啊？你自己出街又要几个人限住啊，又要冚住个嘴啊，九万几样嘢咯，又要嘟呢度嘟嗰度咯，佢自己咩嘢都唔使啊，呢咪叫特权咯。咁你啲業界咪就咁樣？金融業界咧有冇聽到話今次金融峰會嗰個結果啊？即係有冇話啲業界聽對呢次嘅結果嘅反應啦？佢哋有冇意向嚟香港投資？其實都唔係叫投資啦，都唔知佢想做。你睇啲數字咪睇到咯。如果有投資邊係咁樣嘅啫？你有投資個 GDP 點會縮四點幾啫？你有投資佢個恆指點會跌穿萬五啫？即係你有投資唔係咁樣噶嘛？你睇數字就好實際嘅呢、這個，唔使問業界，你問就多餘啦。你去得個峰會嗰啲冚唪唥擦鞋擦到盡嘅嗰啲，咁咪鬼佬都喺度舐鞋底嘅啦。咁你問嗰啲冇用嘅，嗰啲冇意思嘅，嗰啲為咗打入大陸市場啊，黑埋眼咩嘢都講得出嘅啦。問嗰啲人多鬼。我見到投資一般都係啲第三世界嘅國家啊，或者發展中嘅國家啊。咁香港幾時話我要吸引啲外資嚟投資咧？佢成日都話冇用嘅，你咁吸唔吸引到先啊？你做好多嘢根本就趕客嘅，一路喺度趕客咁樣啊，敵視外國，敵視人哋，咁你點樣叫人哋嚟投資啫？係咪？無論你行為上、心態上各樣都係，可能而家整爛曬所有嘢，整我局啊，跟住投資嚟開會啊嘛，即係冇位啦，係嘛？做咩啫？即係你都反曬面，人家對呢度失去興趣，對成個 China 失去興趣，你而家叫人哋嚟投資香港。時間咁，李克強而家都講咗，就係內地堅持對外開放嘅基本國策不動搖，開放嘅大門咧只會越開越大，同時深化簡政放權嗰啲。咁而家報紙你都見到大陸嗰個中公司合營喎，嗰啲公司劉強東都要走去美國喎。咁呢個。大陸的堅持政策會點樣？會點樣影響到香港咧？你而家好難有咩影響噶啦！你話打開門口吸引人哋係咪真係會嚟先得噶？你睇下呢十幾年嗰啲數字，一路樣樣嘢都係走下坡嘅。其實亦唔講政治啊，你眼睇一睇到你呢度唔掂當啦。咁一路見到你走下坡，咁投資我哋買好景噶嘛，唔係買劣勢噶嘛。你一樣嘢走下坡，係嘛？睇到你個樓價爆緊煲，債市又爆緊煲，咁你仲而家衝埋嚟做乜嘢？係嘛？你冇可能啊！呢個時間講投資，即係人哋講緊就去槓桿，人哋講緊衰退係收縮業務啊，講緊呢啲嘢。你呢個時候，你自己爆緊煲啊，需要人哋啲錢就叫人哋投資，人哋啲諗住縮水啊，啲嘥鬼氣，即係講得個講字冇用嘅。你實際上你要貼地啲啦。呢個時間其實咧，即係諗下點樣善後
點樣清理呢個泡沫，清得即係似樣少少或者快少少，唔好唔好攣唔落去，係咪樣嘢鬥住浪住唔俾跌啊成啊，仲喺度扭曲個市場，係嘛？跟住玩埋嗰啲共你嘅產，即係你太多呢啲嘢嘅時候，你越出越出越越俾人睇曬，究竟你嗰套係咩嘢？你俾人睇曬你嗰套咩？人哋更加唔嚟，啊！人哋未睇得清楚嘅時候咧，仲俾你呃到一陣間。所以而家其實就你好難要人哋再嚟嘅啦。問題就係你自點樣清理個個收集嘅殘局啊？花多少精力睇下，即係個個殘局落咗嚟嘅時候，仲有啲乜嘢叫做譬如啊補救嘅措施可以做啊？而家再講點樣吸引外資，根本呢啲對牛彈琴多餘。嗯，多謝你，博士。